台湾不需要第四座的核能电厂，因为我在兰屿啊，台湾的核电厂的废料都放在兰屿啊，所以说我造这一台独木兰屿的独木舟来参加比赛。我们是那个库斯拉垒球队，那我们平常就是一群喜欢打垒球的同伴，所以我们这次在比赛的设计理念就是上面就是说我们呈现一个手套的造型，那我们的驾驶员就是那颗球，那当成功抵达终点的时候，球就会被手套给接住这样子。好的 ，MC Place。